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咱们来一起 get 一下粘土的三种做法，最后一种好像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哦。首先，第一种就是无甘油、无硼砂、无胶水做起泡胶，粘土加水融化，接着呢加入沐浴露，最后咱们加入洗面奶或者肥皂水或者洗衣粉水啊，都可以。这三个东西呢都能让它成型，亲测有效哦。今天的这些教程呢，如果宝贝记不住的话也没关系。哎呀，像我这么贴心的人，早就把教程放到视频最后啦。第二种呢就是布丁泥，咱们这次跟前面的不一样啊，这次加大量的水融化，紧接着呢就是加入液体胶，最后的最后咱们加入成型水让它成型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布丁泥的手感简直不要太好哦。第三种，咱们用粘土做冰山，粘土水剃去泡好了 OK， 就这三种材料，等着瞧吧，明天它就成了冰山。Thank you.